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游击方向穿越型林之安打，而陈毛哲先绕过三垒之后冲本垒，这个球回传没传好，在王磊这边传，二垒这边也是 safe。哦，二垒裁判这边判定也是 safe。周广胜敲出了安打，把高国庆给送了回来。哇，这个球不容易啊！缠斗的过程当中，终于打出一支安打。那这支安打对周广胜来讲的话，也提高了以后有先发的机会。是。来看这个球，掌握的相当好。记录上应该是给一支一垒安打，然后借由乘船的上二垒。也对，二垒裁判相当正确、精准无误的判决。